想喝杯茶吗？祝你一路平安。正在进行，祝你一帆风顺。佐斯瓦屹立不摇。
我不在预计范围内。 有命令吗？疾风之地堡，是敌是友，荣耀归于威奎斯特。 不会有机会犯错了。
没有目标。需要目标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鼠辈。外来者，你不该这么好奇的。你真的不应该到这个地方来的。你不属于这里。他太远了。
希望你有精彩的旅途。最好万事小心。我随时备战。你真的不应该到这个地方来的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
我不在聚集范围内。他太远了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
狂风在呼啸，城里现在很危险。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呢？你先忙吧。
近一点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范围内，他太远了，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
需要靠近一点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范围内，我没有目标。
先选定目标。很高兴能认识你。最好注意保暖。一定要坚强。这里的东西是全库尔提拉斯最好的。旅途平安。你有古董要卖吗？至少要有200年历史吧。有听到什么风声吗？祝你好运。
很高兴能认识你。稳定向前。我需要靠近你。他太范围内，需要先选定目标。
要目标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需要靠近一点。他太近了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幸会，幸会。城里现在很危险，注意保暖。以总帅之名祝福你，朋友，航行顺利。
我需要靠近你。你好啊，记得别喂野生动物，好好享受度假村。
没有目标。在距离范围内，
警报！入侵警报！入侵警报！我需要靠近一点。
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呢？保持冷静，继续前进。很高兴能认识你。稳定下。永远看向大海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祝你一路顺风。祝你安好，准备起锚。叫笑尔，马迪亚斯·笑尔，以阴影为名，我们在阴影中作战，随时保持警戒。又干活了，任务还没完成。下次换我请客。
可不卖次等货，朋友。祝你安好，祝你一路平安。想喝杯茶吗？航行顺利。定目标。这里恐怕没有和平的时候，注意保暖。普劳德摩尔一家会保护我们，他们总是如此。有听到什么风声吗？祝你好运。
距离范围内。我需要靠近。事情很严重，对吧？祝你一路风平浪静。幸会，幸会。你先忙吧。
定目标。没有目标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祝你安好，祝你一路平安。在距离范围内。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呢？稳定向前。
他太远了。有什么内陆的消息吗？注意保暖。喂，潮汐从来不等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Thank you.
绝不动摇。记住，
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这里的东西是全库尔提拉斯最好的。旅途平安，谢谢你光顾。这里的东西是全库尔提拉斯最好的。旅途平安。动作快，潮汐从来不等人。
没有目标。多加小心，愿你的船能避开所有危险。
祝你一路顺风。很高兴能认识你，保持冷静，继续前进。祝你安好，祝你一路平安。
他太远了。我没有目标。以总帅之名祝福你，朋友，要永远看向大海。你先忙吧。有听到什么风声吗？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呢？稳定向前。
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先选定目标。爸爸常说我没有水手的样子，但我明明就有两只手啊。我需要靠近。我需要目标。目标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
靠近一点。很高兴能认识你，祝你好运。经历了漫长旅途，但现在终于到了。我一辈子都在寻找知识。快看这漂亮的小马，我为百花献上骄傲。尽量吃，尽量喝，尽欢迎参加诺尔威顿马术庆典。我们还在准备，但请你一定要来参加，就这么说定喽。